算是同向，变成会背宰南向，就是说这个炉口它出火的地方应该要跟大门同样的方向的，它像是背对大门，变成说它这个房子呢柴没办法烧到柴火，是花费会稍微多一点，柜子上面里面呢是可以放对，把这一个呢气再把它补回来的意思。居家屋外除了煞气需注意外，也有可能会出现有助于提升运势的风水地形，千万要好好把握哦。它的远景呢有暗藏一个笔架山，有弧形，有弧形刚好像放笔的那个架子一样，对它的文昌的运气有帮助。命格没有带文昌，其实你念书反正比较辛苦，但是有这个笔架山代表说它考运特别好。我帮他考前抓题，十题我可以抓对五题一模一样出来，然后第二天一考试那五题都错。屋内格局方正广阔，事业发展一片看好，但要注意魔鬼就藏在细节里，一不小心堪称完美的风水格局便会功亏一篑喽。哇，这里环境好好哦，对，而且这边空气也非常好哎，啊，好多奋斗金哦，然后再来呢，我又从不丹刚回来，哦，对，哇，好多神佛的家子，莲花生大士啊，对，有哎，你整个人泛着佛光的感觉，是啊是啊，需要给我给你一点点加持力吗？可以可以，哇。是这样子，有感觉吗？有有有，你不觉得有压到我刘海的感觉？你没有觉得在吹吗？那个，你没有觉得有热热的吗？有热热的，哎呦，在那边真的是太开心，太心忧，嗯，与世无争，嗯，对，然后到在那边呢，你就会觉得好平静哦，嗯，就像现在在这里是一样的。我觉得我今天心里是不太平静，哈，对，我很兴奋，你兴奋？对啊，当然啦，每天都要很兴奋。没有，因为我今天我真的是来看一个自己的姐姐，老朋友，然后真的很久没看到她，很开心，听说她搬新家，我整个伴手礼穿得好，去那边来拜访，就顾不宽哦，就顾不宽。你是位好姐妹，而且呢，她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她的伴娘。没有，她结婚是我是她的伴娘。你是她的伴娘？我是她的伴娘。你有你吗？有啊啊！我唯一当了一次伴娘就是这一次，哎，我怎么会忘记一辈子这一次？哎，哦，你才当过一次啊？我当过一次，所以我记得非常的清楚，而且我的伴郎还非常的帅，是新郎的好朋友。哦，是。那我的伴郎，啊，伴郎是长得里面很帅，他只是比较高一点。哦，谁啊？他的海产呐，嗯，九孔，哦，详细的，还是难怪我不记得。哎呦，都是好朋友啦。我们两个竟然同时当他的伴娘哎，你看，而且是16年前呢，缘分真的太深了。很开心可以来看到我们的好姐妹。对，我想到他这几年不见，他住这么高，因为这么好，当然这么美景要配帅哥啊。当然。对啊，你配九孔，哦。啊，有一次还配马国碧嘞，说啊，然后呢，还有吗？还有人要找你当伴娘哦，所以后来就都没了，被对方拖累，对不对？我先帮你找一个帅的，你可能可以再当一下。欢迎小唐哥。对啊，找伴娘找我就对了。你哎，你怎么鼻音这么重啊？对，这样比较性感。这个样子感冒呈现性感的这样。根本就是蔡秋凤的 feel 啊！对啊，今天来这边呢，就是也是要感染一下你们的喜悦，嗯，是，对啊，因为你们的好姐妹呢入世无君嘛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这个风水一定要交给我来帮你执掌一下。我觉得在这里，若住在这里啊，像是负担一样，是很放松，心很宽。你看这里是一个很世外桃源，对啊，是的呢。姐妹老公，哎呀，去哪里了？很久，为什么这两位还不出现？啊，不是，我们想说你怎么，我们在你家撒野撒这么久，你怎么还没有来？这屋顶啊，这只是这一栋大楼的空中花园，因为我们当初买在这一栋是因为环，因为现在我们很重环保，对，所以每一家的阳台都会种树，然后屋顶就会有这种空中花园，让大家的分多金多一点，然后每天上班或是下班回来的时候会比较舒服。可以看得出来你整个人过得很开心，这很好啊，谢谢。然后剪个短头发像小妹，对对对，这样才能维持住青春的脚步。常常来我家，我跟你讲，你刚刚说不丹对不对？对对，我家现在就是一个不丹王国的呀，哎呦，真的，我这样子我就很有感觉了，哎，真的很有感觉。带你们下去一看，你就一开始出电梯，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不丹王。哇！今天的委托人李祖宁，早期从歌手转战综艺主持界，
豪迈的笑声以及招牌小虎牙，加上幽默逗趣的风格，令观众们印象深刻。如今淡出演艺圈，待在家里相夫教子的昔日田姐儿，究竟新家的风水真的有如她说的如此完美吗？赶快一起来瞧瞧呗！全家族的感觉，因为其实这一层楼就是除了我公婆家，我先生的三个姐姐都住在这一层，哇！所以晚上只要阿公阿妈一回家，门户就全开了，因为孙子们啊、媳妇啊、儿子、女儿、女婿啊，就大家乱逛，确实是，对，有没有像负担的感觉？锁门的，对，因为就是变成说这样子，长辈也开心，每天看到家人，然后我们也很放心，就是会让孩子这样跑来跑去，不会说有危险。是，因为现在大环境实在会让我们担心。这个就是我现在我跟我先生打造的负担网。是，你心里就有一个负担。谢谢，我心里有一个不满足。那我们可以进家里，可以进去吗？对，我们家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，哪一户？这一户？有布丁啊，有布丁。欢迎来到我家，这是我一入门的玄关。哇，有孤单的感觉。没有，这是没有开光做的佛像。可是这个观世菩萨好庄严，很庄严，好漂亮。对对对，法像啊，这是我的传家宝。因为这是我的外公外婆当初他们随着那个国民军打仗过来，哦，我外公因为是将军，就一路携家带眷过来，以后感觉上终究是颠簸流离，然后呢他的同僚就送了观音给他，跟他说放在家里有佛有家人就是家，哦，所以有很好的含义。那我后来我妈妈很早婚，我外公外婆就把这个佛像就给了我爸妈，就说其实就是家人的地方就是家，就算早婚也要为了家而做想法。那等我结婚的时候，我爸妈就说也是一个传承，就放过来，就是也希望我跟我先生知道说，家的感觉跟谈恋爱就是不一样。那除了这个佛像之外，我就放了家人的照片，然后还有这个十八罗汉的茶巾，我就觉得搭起来还蛮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而且你刚刚讲那个话我很喜欢，就是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，对，不管你去哪里就是带着他，对，像在家，对对，心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，对，没有错。所以我觉得一开门进来，老师我到底有没有放对啊，这样 OK 吗？因为老师总来了，你知道就乱放也不是个办法。老师说福宁姐算是最早一代这种风水啊对节目主持人，对，开山鼻祖的，多少都有研究一下。我们节目的可爱的助理替我们出悲惨的外景就是这位可爱的对啊，对，能够感受一下，对，就是这一位，画个手香。对，你这个外景呢，就主持的很好哦。主持人好啊，你看，这个是就想听你叫啊。年轻妹妹叫，大家还蛮开心。对，半夜不睡觉，一直拿着声很大声，有没有？对，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布局呢，真的是非常的好，因为其实一进门的地方叫玄关嘛，是玄关呢，就是一个家里的守卫门，所以呢，他开门呢放一个佛像就开门见佛。其实呢，不管是我们信仰什么宗教，例如说你是基督教啊、天主教，放你的信仰的东西呢，其实都很好。其实呢，就开门呢，就是有一个信仰，代表出呢你的人呢有一个寄托，有家的感觉。对，所以呢，就摆放一些像十八罗汉啊等等的，十八罗汉就是护法。对，所以呢，它象征什么呢？就是象征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可以增加你贵人运，是，好，所以呢这一开始进来的布局呢真的是非常的完美哦。那老师，因为它的坐像跟开门是不是有影响要放这个佛像啊，这个你的玄关的设计是坐东朝西，对，大门呢开到整个东南的地方，是，所以呢本身呢东南就是一个财方，八卦来讲就是财方，所以呢它是开财门的意思，哦，所以呢一进来呢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呢就是接受这个财气，是，所以非常的好哦。谢谢你，看姐，你看这身板是真好。
不过有好地方呢，就还是有一些小的缺点。好，你说来听听。例如呢，摆放了，虽然摆放佛像啊都很好，但是雨伞呢，不能放在这啊、嗯。那我雨伞要放在哪？就收在门口哈、哦。对呀、啊，还乱放。那放在外面吗？基本上可以，如果外面可以放的话，可以放外面，要不然就放到后阳台的地方。哦，好。就是进门呢，不要放很多，看很多鞋子啊，子或者说很多雨伞啊，对，代表说呢，你的好运也可以刷掉掉。啊、哦，想说如果出门下雨的时候，刚刚对顺手嘛，顺手。没有，那你会外面嘛？有柜子藏起来。没有，我的柜子里啊是那个很酷的一种东西，叫做拖拉鞋柜。哦，很好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很好哎、欸哦，这个好好用哦。我家的鞋柜比较不一样。所以会变成，所以会变成没有空间给我放其他的东西。所以这样就可以放两倍的鞋子啊，两倍的，而且它这个呢，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呢，它出去呢，嗯，它其实还是会以物为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大门呢，整个是龙边，例如说它店是在龙边嘛，对，龙边把这个财水倒进来的话呢，其实呢就是男主人的意思。哦，所以龙边呢这样引这个财水进来呢，一直进来它这个财方，是，其实这个事业呢其实会越做越好。哇，我就靠我们家爸爸了，爸爸，加油，然后我也靠靠你哦。得天独厚了、嗯、所以呢，像有福报的人才可以做到这样的方式。谢谢谢谢，哇，平常都有很多就是贵人相助。对，有啊，你看我这么宅，其实你们也看都了解我。我们虽然认识那么多年，可是我其实很少在外面跟他啦，因为他很难约。不是，就是我很宅，我回家我就不喜欢出门，所以我必须要有很好的贵人。我的贵人，我觉得你看我的经纪人就很棒，我经纪人。一个负责打牌，一个负责喝酒，他们这种应酬的东西就都给他们，对方都瞧好，帮你们瞧好，都帮我处理好啊。我比较幸运，手机有这些科技软体，以前没有电话的时候，经纪人的角色非常重要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往里面走吧。当然了 ，OK 啊，一望无际，我觉得一望无际吗？对，一望无际，我想我要讲，因为很宽敞，没有，因为我们当初设计就是希望。舍不得的。对啊，你看我比你们都早结婚，对，然后孩子我的，哎哇，他的彩华的我还比他小，嗯、对不 对？因为我结婚后我的八年我才生出我女儿。结婚八年如愿以偿，怀孕过程艰苦万分。挪动位置，背宅反向，与机会财运擦肩而过。这个炉灶呢，跟大门呢，算是同向，变成会背宅反向。就是说，这个炉口它出火的地方，应该要跟大门同样的方向。那它像是背对大门，变成说它这个房子呢，财会稍微多，是花费会稍微多一点。柜子上面里面呢，是可以放一对，把这一个呢，